台南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志雄，我是世博非常好的兄弟。这一次我们G6的合体，主要就是来共同支持我们世博能够高票当选，跟台南企业起定。我相信从过去他在立法院的表现，绝对呢是一位非常优质的市长。所以大家拜托大家秉持着我少年人一个机会，给高世博一个机会，我们共同来支持二号的高世博，让我们带着胜利的微笑，让台南赢得最后的荣耀。台南赢，台湾一起赢。台南赢，台湾阿妈一起赢。我的好兄弟阿婆，咱上今日来台南街欢庆时段，大家们大家好。我是周守俊，今天下午4点特别坐高铁到这个场子，为了救这个心愿。下个礼拜六的今天，让我的好兄弟，让台南的骄傲高志博好好对待。今天阿婆的主题是美好年代。我们六个相识在15年的美好时代，那个年代是我们大家可以拿着国旗挥舞的年代，那个年代我们在立法院是民进党看到我们六个就怕的年代，那个年代大家共同的价值，有共同的愿景。但曾几何时，台湾变了，台湾变得冷漠，南台湾变得充满了仇恨，只有能嫁给了戴维娜，可以让我们的美好年代在下个礼拜要重现，让高志博当选，大哥你好不好？高志博在我心目当中是永远的第一名，他在立法院的问政第一名，他后来进入内阁服务，在跨部会协调的政务委员工作里面他是第一名，他是我们母校台北市立大学最受学生爱戴的法学教授，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台湾最好的父母官。所以今天我们诚恳地呼吁大家，我们南台湾我们要回到美好年代，高雄赢，台南要赢，两个城市台南高雄一起赢，代沟好不好？现在大家在台湾说谁是台湾第一大党啊，叫做讨厌民进党，我说那个已经过时了，现在的台湾最大党叫做换掉民进党，大家听好不好？因为就算我们讨厌民进党，我们在下个礼拜六，我们没有办法众志成城把选票灌在高志博身上的话，我们换不了这个令人讨厌的民进党。各位，台湾变了，但是我们有选票，选票就是我们G6，就是我们全民永远护持在手上最好的武器。让我们一起在下个礼拜六，老弟就要发，阿木就要发，那个出名就给票，大力到，你好，高志博，好不好？好。感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托，拜托，谢谢。换掉民进党，换掉民进党，谢谢，现在欢迎我们的曾树王委员。最近哦。高雄有一个族姓的，什么人？现场嘛有一个卖柳丁的，你知影什么人无？张硕文。这个卖菜，后礼拜要要做高雄市长啊！这个卖柳丁的，卖到做立委，今天徛在遮，要挺什么人？高志博对无？有。高雄新时代。哎，这么多人，咱在这里冲啊！咱在这里冲啊！咱在找什么？找出路。咱在找希望，您讲对无？有。台南，咱已经让民进党执政20几年，既然伊做了无，换党做看卖好无？好。找咱的希望好无？好。找咱的希望好无？好。咱是要带咱的下一代找希望，恁讲对无？对。高雄新时代，咱拼到要死，为着什么？为着下一代。即卖政府
教咱的囡仔啥物？伊讲同性恋不要紧。国校啊，六年等于问老爸老母讲，爸爸妈妈啥物叫高潮？伊讲恁祖妈都毋捌有过。各位乡亲是伐？敢会当教育？敢会当安尼做？会使安尼做无？这款政府，咱做位来话听无？啊！我一个正直、有实力、有尊严的高师傅，为咱高雄来拍拼无？大人，高雄，台南嘛吼，我讲唔对，唔是高雄，你计听这个台南唔对，动作咧未猜，动作咧未猜啦。高雄军事大，几个月前我看到一个新闻，这个新闻是啥？你说跟金州吼？满世界，青片片，有够水。伫电视的画面内底，奥巴马举一支刀啊，将咱的金蕉啊挂做两截，讲这叫做刺激品。迄、那个金蕉用刀安尼挂咧，我看到迄个影片，我目屎就要流落来。各位乡亲士大，咱每年的过年。咱拢拜天公，咱的要求啥？祈祷啥？要拜托天公伯啊，照顾咱百姓，风调雨顺，你讲对无？对。但是咱即马风调雨顺，咱即个水果要安怎？咱的风来，咱的金蕉，就是蹲在遐饲猪吗？有必要无？必要。要改变无？要。要改变，都要改变了无？好。高雄市是大，上后壁还有听到我在讲话无？有无？有。上后壁的有听到无？要改变无？哎。啊，多少钱？我们上来讲，伊讲少年的，你这场比黄伟哲一场较侪，人都较侪，都较侪钱，为什么？因为咱挡袂掉啊啦。咱想要活命啦，咱要找一个好的人，甲为百姓、人民优先啦、啊。人民优先，就是每一个做政治的人物，爱替百姓想的啦。天大地大，人民最大。咱有阿婆机会，咱有阿婆机会，共同来改变咱的时代。共同来改变台南市，好无？好，好无？好。阿婆阿贵哦，你好。阿婆阿贵哦，你好。阿婆阿贵哦，你好。都讲一届，阿婆阿贵哦，你好。为什么要讲一届？因为尊重啦。End 的你，咱咧困的时阵，寒眠啊几好。我讲，阿婆我一定调的。来，哪位请进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刚才哪位谢谢，谢谢。天大地大，人民上大。今嘛，阿哥有一个人，伊袂当来到现场，但是伊祝福我特别送来到现场。是。因为伊讲，只有台南、高雄手牵手，大步走，咱台南高雄人呀，台湾的人民就会赢。Yeah.
进行创造新时代。所以我建议是告诉我们的情绪破破他面前，我们移动南台湾真的不要再回操作政治，我们要越来越聪明，这个一条条路走，我们东西卖不出去，南华的地方请问我们经济有什么方法，我们经济完全不行，高雄带来带回路，我们一定要成立农渔畜产业联盟，我们要把我们的东西这个工业产品源源不断的卖出去，我们南台湾要成一个生活圈，高雄我们都起劲，我们不赢那些都起劲，不然就连死，我们把所有台南高雄最好的东西我们卖出去，我们让所有的人观光客投资客进得来，保证南台湾会全部一片希望，打个招呼。你是南台湾超阿婆干子没问题，未来南通高雄叫我们变小子，创造他们台湾好建设，我是一个高雄人。咱是一号大师傅，台南一大会出头，用心大家来相听好不好？好。台南高雄手牵手，用心未来是我不忧愁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
安尼坐落啦，啊，只做水灾啦，啊，我呢吼，即后壁啦吼，后壁迄个啊做青寮地区，新港港拢淹着着啦吼，所以吼家规唔通分啦，分了吼天公有人咧看的啦吼，煞拄着就破啦，感谢咱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讲吼，咱就爱思考吼，来甲改变吼，互咱这咱的台南市呢，将来这淹水的所在，吼思考啊吼，来甲咱治水。哦，咱大家吼、哦、会过着一个较加迄个真真正正会变过好日子，安尼好无？好。你敢知影？即阵即个时间，咱隔壁我若用遐钱吼，对方真个袂使输啊吼。即摆吼，场吼，我看有人超过看过10万、10万人有啊啦。15万人。虽然咱遮无遐济人，咱是台湾英雄啊，一两万人伫遮个吼，人讲输人唔输阵啦吼，输阵就安怎？快破面啊吼！咱今日来这边站出来啊，然后来热情吼，那个苏伯啊，我伊顺当选，我讲吼，苏伯啊吼，我安当过几啊遍，伊对每一区吼，伊个见解啊，甲伊观众吼，拢总看甲真远，咱地方吼欠西需要西，伊拢有讲甲足详细，将来伊来当选做市长，啊，我来做幸运吼，合条辉啊吼，吼，含这个刘彦弟。你好吼，啊，若有当选议员吼，我讲听吼，我若袂使贪心嘞，哦，我若照这个头路你来嘞，我若照脚步来嘞，伊若讲过的政策吼，正好，伊若无甲咱实施啊，我议员拢难办你煞，安尼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所以讲吼，咱吼，伊一个机会一个，即摆全党吼，大家拢吼，民心拢咧顺变啊啦吼，唔是讲咱国民党个搞。也是民进党会太烂啦，民进党太烂吼，你是讲吼，世间无人有，人讲师啊拼师傅啦，啊即摆呢，即摆师傅咧拼师啊呢，头拄啊吼，咱迄个吴志扬吼，入去咧讲，伊讲一半尔啦，我讲吼，迄师傅就苏万治啦，啊迄师啊就啊做即个啊做方伟哲啦，今日吼我看报纸吼，好一批个啊批吼，你大家应该若入报纸也拢有看啦吼，好迄。甲看吼，侪算吼十张诶，啊是安怎奇怪，拍拢未起诉咧，真奇怪咧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咱等下搁来看较详细。出面头尾，亲朋好友，用咱家吼宣传者讲吼，即种吼非法的工作大创案吼、哦，是来吼伤到咱太侪人诶。我伫咧议会咧甲问外亲者讲吼，啊日本诶好事进到入来，日本诶迄个讲啥物，因诶啥物大使有无？讲在讲。咱台湾人哦，伤到因日本人的感情啊！好他迄种人啊，七狗人啊，用迄毒有物件互咱食，都要咱烦恼咱死活，讲咱就爱搁珍惜伊，来珍惜着因的感情啊！在讲笑话，对不对？好、yeah. 好讲哦，这种哦，大上岸哦，为了咱百姓的健康哦，咱一定哦，甲变个袂好哦，好，甲变个袂好哦，好，第二号，第四号。集合小帅人，拜托表弟三帅，刘帅人，哎，集合刘帅人，高帅，小帅人，高帅，帅人，帅人，帅人，高帅，高帅，高帅。李文，你误会偌清楚啊啦，人是讲地主30天做袂好势，我3天互恁大家好势好势，大家迄厝拢做甲好势好势，你误会啊啦。嘿，啊，即摆过来，邀请。邀请到咱游园地，咱登记第四号。登记第四号，势在必得。支持苏伯，参选到咱台市长。各位乡亲士大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八东台市扛顶，经济到头路，6个排上尾仔名，台市增加萧条，求阿爸最近提加。台南市选起来，下面这党的议员拢行偌清平，想要怎？苏伯有算，房屋税、电价税、企业税，你有听这个议员在讲话无？你有听这个议员替咱百姓在赞声无？这我们民进党的，国民党赞成已经拢反对，民进党的嘛等我民进党，像我一句话不直接讲，尽赞我民进党的，结果咱的税金要起价。伊都无车无坐，咱当65岁年报，来，伊忙不吭声。你捌听着？市员在听市长无？
台南市就是安尼。为什么？咱用大清的上侪上关票，72%，一小摆200%，非常的爆，有听到？有。我今仔日，咱来选了国民党议员来支持咱的市政府，和市政府市长呢，唔敢当乌白来。阿婆啊，这两件拢知影，伊嘛听到基层的声音，伊嘛足清楚嘞，基层嘞。我对这款加税的物件未惊，所以前面的支持，咱共同大家支持高淑芳，好冇？好。天气电视有点冇？好。阿姐，谢谢。有人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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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继续，咱来个慢慢哭，咱的天气真不好，放一哭。啊，咱连票啊，总经理嘛，伊拢总经理，咱各位根本是大好朋友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最近你拢在看电视，啊，看到讲韩流呢，对高雄吹到北部来，电台中资啊，彰化市呢，彰化县呢，都这乡亲拢感谢啊，咱台中有感谢无？好，伊拢前面大家做些报告，做些拜托。当去，那注意头尾还袂坐起来，大家咱个球员来讲好无？好。高雄市变变，咱嘛变变，大家对不对？有。台中市市政府咧，伫民进党伫咱台中市执政25年，个钱做了无？所以阮阿婆都变做算大家对不对啊？有。一路甲大家报告，阿婆个咧，少年有理想，有抱负，知影话意思。咱大家用选票，继续来收市政府替咱大家服务，大家讲好唔好？好，好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何立宏，何立宏，何立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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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，咱袂使让伊孤单，是嘛？台南的囡仔，跟来拼，乡亲，咱来让伊做靠山，好唔好？好。咱来欢迎，咱来台南囡仔。高淑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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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婆，阿婆，阿婆，高淑芳，高淑芳。各位淑芳上敬爱，咱在场，咱台南乡亲，咱台南市民，咱所有在场的长辈、士大、大哥、大姐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我你这个算过，一路行来，我心内一直在思考，这个算过，一个真重要，应该讲上重要的一个问题，我常常甲提出来请教咱的乡亲，我为着家己的参选，我要顺着咱这个参选的意义是甚物所在？所以我常常请教咱所有的乡亲，咱这几冬日子是过了较好，还是较歹？大家感觉咱日子是过了较好，还是较歹？咱日子是过了较好，还是较歹？较歹。安尼，大家感觉日子过了较歹，咱来追求改变一个，敢好？好。咱二十几年来追求改变一个，敢好？好。咱来改变台湾，救台湾，敢好？好。所有咱的乡亲，90%到点九，我都无讲我100%。90%到99%，大家拢感觉日子过了较慢，但是所有阮即届参选的市长候选人内底，干呐，我的上主要的对手，民进党的黄伟哲委员，伊无认定安尼，伊跟咱的想法拢无相像，伊的口号，大家若经过伊的看板，真足甲看一下。伊个扛把个口号叫做讲做得更好，过得更好。意思就是讲，以前赖清德做了真好，伊即摆要做诶，不过是锦上添花。伊认为咱是需要伫好上个加好尔，但是咱乡亲认为，咱个一摆，佮大声个讲出来。咱日子是过了好还是歹？歹。咱日子是过了好还是歹？歹。安尼大
的想法跟我相像，敢若伊的想法较特别无相像，所以苏华即届出来参选，我主张要予咱台南市的乡亲过了的幸福。我讲的是，咱新台南爱起义，咱新台南爱起义，爱起义，咱才会当过好日子。咱起义目标是啥物？我甲大家嘛是讲八字两句话，非常的单纯。起义的目的是要废除暴政，追求幸福。要安那叫做废除暴政？师傅啊，要甲大家乡亲简单报告，咱要废除暴政，就是要予咱所有咱的台南乡亲会当马上得到幸福。有两项代志，那师傅啊顺利当选，马上就会当予大家幸福感呐、啊，会当增加小确幸，会当增加。两项简单甲大家报告。咱第一项，咱台南市是一个水真大，但是福利一个所在。讲起来，这实在是不是一个公差的代志？咱起码要反转这个代志，咱要让咱的台南市是福利多、水轻的所在。所以两项小确幸，会当让大家马上感觉咱在台南市较幸福，咱在台南市。咱65岁以上的长辈，健保费，各岛内底，咱是唯一的一岛，健保费，咱长辈咧负担。苏华内底拢当选，对我的任期开始，65岁以上的长辈，咱的健保费，市政府来负担，老人是宝，阮来照顾咱的老大人，大家讲敢好？好。第二个小确幸，咱台南市福利少，但是水真重。他多啊，伊真侪咱的议员同志有讲到这项代志，大家拢感觉，即马房屋税，即几冬起了非常的重。但是大家敢知影，这个代志还未结束呢。那明年民进党继续做。搁爱搁批81%啊，搁爱搁批81%，这大家负担是安那？你若即马负担几千块，马上变几万块；你嘛即马负担几万块，马上变几十万。俗话，甲所有乡亲来报告保证，我若伫大家支持之下动算起掉，这个赖神的这个政策。民进党无法度解决的代志，苏破甲80%的这个房屋税，我甲冻落来，予大家确定。